你都已经把人家女主角换人，都不是 Selena 了，竟然还把 Selena 那时候惨遭火吻的这么惨痛的回忆拿出来宣传，后面再打一个感谢 Selena， 这不只是男主角看了眼泪要掉下来， Selena 呢昨天知道这个消息忍不住要痛哭了，你能怪她哭吗？她这两年没有出片，辛辛苦苦的在复健之路，那个伤痛还有谁能够明了？老公是陪在身边哦，经纪公司说你剧组这个样子不但是伤害到 Selena， 对于她的家人跟粉丝也都是二度伤害，已经要求要公开道歉。可爱小洋装遮盖不了身上的压力衣，瑟琳娜复出演艺圈，生理心理都是煎熬。爱漂亮的她，听到剧组把爆炸的那一瞬间当作是宣传影片，忍不住再次痛哭。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。复原的过程有多辛苦，光是蹲下这个动作就得花好几分钟，而一路陪伴的老公也几乎是每一天都要到医院照顾她，甚至一肩扛起向剧组要求赔偿的工作。最美的小公主，直到穿上白纱，瑟琳娜身上还是留着被烧伤的痕迹，伤害没有过去，现在又被拿来炒作。经纪公司也在官网上公开声明，痛批剧组擅自使用瑟琳娜拍摄电视剧爆破戏的片段，表示痛心与愤怒，严正谴责抗议为了宣传行销不择手段，对艺人造成二度伤害，要求相关影片全数下架，并且公开道歉。现在公司比较在意，就是说剧组能为对与这个事情提开公开的道歉说明。Selena 经纪公司强调，已经针对提告内容委请律师商议，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行径。中央新闻黄建腾、胡家珍台北采访报道。